好 ，OK， 第一句就是，拍死啦！我妈已经做好晚餐了，下次我们再出去吃饭。那个词语是拍死啦，不好意思。是对的，就是不好意思的意思。是广东话吗？是福建话。拍死，拍死，拍死。第二个词汇就是给薄，比如说，哎呀，这个安迪很给薄嘞，一直问我要几时结婚，还是说你不要给薄啦，人家烦，算多管闲事。耶、yeah, ，叮叮，答对了。第三个，也就是最后一个哦，你说，哎，你们大家昨天去看了电影，薄揪我嘞，我一个人在家里很孤单，薄揪。你这样很像那法语董卓。我也没有这么阿查拉斯，你薄揪我。邀请。耶、yeah, ，叮叮。反过来说，如果你要揪一个人，也就是说你要邀请一个人揪，对，揪在我老家的那个话是什么意思？什么意思？揪是脚的意思。哦，对，我们是来源是有一点点，好像是从中国来的。对，如果以后你来新加坡有演唱会的话，可以说我揪你。好像你知道，在我的理解，好像是我要踢你，我揪你。